这叫什么鸡？胸鸡。啊，这什么鸡？三角。那这里？这里斜方。这里？腹肌，腹直肌。那还有哪里？这里呢？大股四头。哈。股四头。哦。那不然好了，可以带回家了。不然这样，你把它抱过去可以吗？哦，可以啊。可以吗？哎，先说好哦。先把钱扣一半再说，没问题，加油！好容易吗？我秋玲姐真是好，我们接下来我们真的平常有做好事，真的。好，我们到二号，是我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，先来。但是你明明写着你喜欢三号，我让选个二号，没有关系啊。二号他最喜欢是三号啦。那我邀请二号喽。好，欢迎二号出场。你的双腿不是你说你最爱吗？感谢有跑的一秒，一小吗？但是高度跟你还蛮配的耶。可是我穿了一个15公分高的高跟鞋。但是所以你脱掉的时候，你脱掉就刚好。这样我们先看他身材好不好？你先放掉，我们看他先看胸部。我不想看。一侠是一侠，一侠不想。怎么那么多刺青啊！真是，他自己十字架，这是画的吧？哎，他拉链没有拉啦，拉链没有拉啦，哎，他写孙生哎，拜拜！你们要的新郎就在这里。不要跟他讲，叫他不要出来啦，这样子好尴尬。别这样子，不是？请问一下，因为今天来的都是教练，对啊，你是以什么样的条件参加这个？我是精壮型啊，地雷的条件，精壮型，还有我的个 wave， 那个 wave 肌肉的 wave， 因为教练不一定会 wave 哦，但我 wave 给你看，那这边有个。还好，拿掉。而且孙生，你要不要把裤子的拉链拉？对啊，你拉链到底什么时候拉？我把脏东西拿掉，我错了。这是好的，它才是脏东西。而且那个，而且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身材呢？我有玩滑板哦，鸡排妹加分吗？那你现在希望怎么跟他走过去？我觉得我们就是这样静静的，不要说话。静静走过去就好。对对，大家快走就好了。静静，快走就好了。孙生，很拼的孙生。